轿车开在左转车道上，开向右前方的路口，结果被罚600，因为这样算直行。接着又一台白色轿车要走左前的路口，似乎认为这样算直行，但也被拍下，因为这样其实算左转，一样罚600元。这是台中市最复杂的五叉路口，警方架设科技执法设备，才一个月就开出了6000多张的罚单，总共411万，其中大部分都是走错车道。最容易违规原因呢，是因为这边是一个五叉路口，许多车来到这边呢，都不知道自己呢到底该走哪一个车道，因此光是记者来到这边就目睹了2起车祸。我会注意的啊，他分析，因为他看到这里是怎么回事，他分心了吧？所以他突然要右转。对，认为啦，这条是直行。嗯，因为这边比较对的是五权路。但是也是感觉。对啦，感觉，因为每个人毕竟感觉不一样。到底有多容易走错？从空中看，如果从右下三民路开过来，继续开往三民路，算是直行；济南街算右转，五权路算左转，这比较没有争议。但左前的崇德路到底是直行还是左转，就很容易让人搞混。复杂就是路口比较多了。民众认为车道只有3条，却有4个路口要选择，加上车流量大，一不小心就会走错。如果突然变换车道，还会因为跨越双白线被罚，根本就是陷阱。但警方解释，已经设立许多的告示和标线。路口，之前甚至，往前推都有相关的标会的文字的呈现，还有一些指示牌。警方强调，这一次的科技执法包含举发走错车道、跨越双白线、闯红灯、超速，甚至是为两段式左转都有。主要是过去这边车流量大，时常发生直行车和转弯车交错车祸，有经过一个月宣导后才启用，未来会更加强告示及宣导，呼吁民众要依规定行驶，避免被罚。而且我们连杨宗颖台中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